哎，你说佳妮也真是的啊，居然看不出来是这种人，学术不端。你也觉得全安宁是那种人吗？但是事实证明了呀。我相信你直觉，我觉得他不是。聊什么呢你们？聊你们足球佳宁呢？哎，你说这佳宁在江城无依无靠的，也没什么人脉，倩姐让他去搞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太狠了呀？觉得难呀？辞职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求佳宁。你要去哪儿？放手。求佳宁，你现在没有证据证明。小心啊！这一份好几十块钱呢，这也太浪费了。行了，用不成了。